谁比较起来痊愈的比较快，当你的身边开始有另一个人存在，我很心安，庆幸你人生的后来没那么埋汰，比起我来如此的精彩。谁赢或谁输，看当时的状态，感情的世界不用去比赛，任何人投入起来都像是一个小孩，不用太奇怪，在流逝时光里总有个人等待，好像那时我真的像是成了桥的妖怪，跑得飞快，好像后来我们都离开，各自生活在喧嚣未来，当时的遗憾在回忆肆虐的某些时段重新打开，宿舍楼出了一彩花大盗，听了听了，传说能飞檐走壁应该是体育生吧？也不一定，谁说能飞檐走壁就一定是体育生了？就是，这采花大盗有个绰号叫流氓兔。为什么叫流氓兔？不知道，反正好多人这么讲。哇塞，竟然还有这种人，都什么年代了还飞檐走壁，这么厉害啊？没受伤吧？没有。设计是你们这些艺术家的事儿，那好的服务品质就需要我们店员的自身素质过硬，尤其是创意灯区，它就要对商品的设计风格和理念有一定的了解。我们公司有意的提高所有员工的学习行动力，定期分批对员工进行设计上面的辅导和培训。当然了，老师自然就是你们这些设计师啦，还是轮岗制。没问题，我回去准备准备。那你辛苦了。设计师好帅，你俩不会有什么吧？有什么事儿？有仇？有仇？再说了，他是帅吗？我觉得挺帅的呀。不帅。苏设计师。好。让开。我真的觉得挺帅的，干活去。嗯，真的很帅啊。哇，就停这儿吧。好啊啊，先下吗？哎，啊，停好了吧？好，嗯，走。没东西落下吧？没有没有，走吧。哎呀。终于到家了。是啊，嗯，妈去做饭了啊。好。我帮你吧，妈。哎。
来，我帮你洗葱。好。欢迎光临蒙买店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想要一个你的电话号码可以吗？啊？我们这儿员工上班期间不允许玩手机，有什么事当面说吧。您是谁？我是他领导，要不我留个电话给你。低级的搭讪，不要随便把电话留给别人啊。我没留啊，而且你管那么多干嘛？你有什么关系？啰嗦。算你欠我一个人情，小本记上。什么人情？什么小本？帮你解围的人情，心里的小本啊。还有，三明治的事儿我还没找你。啊，辣椒放少了，我下次会注意的。嗯。施小姐。干嘛？我这个人记性不太好，要不然你把你的电话号码留给我，帮我写。好的。禁止搭讪。云哲哥，我在来找你的路上迷路了，你来接我一下吧。洗好了吗？你放那儿吧，你给妈打俩鸡蛋。好，妈先把鱼煎一下啊。好，哎。加点盐去。哎。真香吗？这鱼。云哲哥，我在来找你的路上迷路了，你来接我一下吧，我找不着地方了。妈，我出去一趟。哦。你怎么了？那饭都好了，你不吃饭了呀？出去一趟就回来了。哦。哎，对了妈，电瓶车还有电吗？有，昨天刚充的，就骑了一个来回。行，好。还慢点啊。好，知道了。小婉，你怎么来的？秘密。走吧。好，坐稳了。嗯。这是啊，妈，这小婉你不认识了？
阿姨。哦，小婉啊，这么多年不见，都长这么大了。嗯，真漂亮。别站着了，进屋吧啊。好，来来来，快进来，来，来进来。阿姨，我这个鞋。哎呀，没事儿，这成天进进出出的，没那么讲究。来，进来。好。哦，对了，阿姨，那个我来的时候也没好好给您挑礼物，这个是我给您特意带来的化妆品，我妈也在用，特别好用。这孩子，我这个一天天的海风吹着，不迟，还是留着给你妈妈用吧。啊，阿姨，这个就是给您买的，您拿着吧。这，妈，要不你就收着吧。哎，好，那我就拿着了。啊，谢谢啊。没事。哎，这饭都好了，留下来一起吃饭吧。啊，好啊，阿姨。啊，好，饭来了。妈，给我。嗯，好吃，阿姨，真好吃。你看啊，我也事先不知道有客人来。这个就是些家常便饭。小婉啊，你是见过大世面的，我也没准备，这太简单了点儿。阿姨，我才不是客人呢，您忘了，我最喜欢吃您做的炖杂鱼了。那多吃点啊，吃鱼。啊，谢谢阿姨。妈。啊。我们国外是不给互相夹菜的。才没有这么多讲究呢，阿姨。我觉得这样多有人情味儿呀，而且这样才有家的感觉。对吧，云哲哥？是是是，就像回家一样啊。嗯，来多吃，来吃虾。谢谢。嗯，你去多吃点啊。好。哎呀，阿姨，真不好意思，让您辛苦了。哎，不辛苦，阿姨年纪大了，晚上睡觉啊有点失眠。才没有啊，阿姨，您多年轻啊！小婉嘴可真甜。才不是呢，阿姨，您是真的年轻，是吧？是。对了，阿姨，吴叔叔呢？哦，我爸不在家。来吃菜。好。啊，来来来，多吃点鱼啊，多吃啊，要是不够啊，阿姨再去做啊。嗯嗯，哎呦，你也吃，来来来。嗯，妈，够了。哎，吃。喂喂，哎呀，大哥了，哎，你能不能别老神出鬼没的？距离下班时间已经过了10分钟了啊。你是很闲吗？对了，你怎么知道我今天上早班啊？啊，我有你的排班表。你怎么会有这个？哎，给我！跟我走吧。干嘛？上班不让搭讪，下班总可以吧？笑起来眉眼弯弯。
作不安，转身把它写进昨天。云哲哥，嗯，这里好美呀，真想每天都这样。你要像我一样每天都看，就不觉得特别了。重要的不是看景，而是陪你看风景的人。哎，云哲哥，你看那朵云，像不像棉花糖？确实挺像的。这么多年没见，我觉得阿姨还是很亲切，而且做饭更好吃了。是吗？嗯。她要听到你这么夸她，肯定很开心。那，云哲哥，你以后能不能经常邀请我去你家？真好。小婉，嗯，我看时候不早了，要不我先送你回去吧。我们再看一会儿吧。37度，好想去裸奔啊！不行，我得换盆水去，这水都沸腾了。记得穿鞋，不然铁板压脚。坤儿哥，没事没事。坤儿哥，大着呢。同志们，这么热你还往外跑？外面炙热的天气跟我躁动的内心有的一拼。哎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噔噔噔，什么鬼？请坐。好，谢谢。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是市场的妈妈，我来替他辞下职。啊，是这样啊。
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们是想让畅畅出国，想给他一个更好的发展空间，但是他自己不愿意，所以我就替他来办理辞职手续。那我了解了。其实师畅在我们这儿发展挺好的，我们公司呢也比较看好他，他也有意往门店的陈列师方向发展，我们还是尊重师畅的个人意愿。我还是希望他能够尽快的离职。行，那我回去跟师畅说一下，您放心。好，谢谢你，那我就不打扰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我带您参观一下。好。进来。你们这人还挺多的。对呀，现在90后的小孩啊，都特别有干劲。关系多少？哎，师畅在那儿呢。撞死了。哎，你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来，我想放一下家里的。家里的是吧？好，那个我觉得这个纯白甜心，因为您可以试闻一下，我觉得它的味道是特别的清甜的。来，换人换人换人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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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行，行不行？过来，不行我来。你们快点啊！累了。加油，努力，过。官人，继续，接着还是我来吧。太重了，哎，萌萌，你这一天都冲了3次凉了吧？对呀，我都快热死了，都快融化了，热的我。你在干嘛呢？我在看最近面试的公司有没有消息。嗯，热不热？给你吹吹。谢谢萌萌。我好像收到一个面试的消息了，真的，恭喜你！请大家深情地看着对方的眼睛，在对方的眼睛里有没有看到自己的倒影？微笑练习开始。早上好。
欢迎光临酷乐潮玩猛犸店，我们是快乐猛犸。一二三，加油！在了吧？师尚，啊，你来一下。云哲哥，小婉，这大热天的，你怎么找这儿来了？你知道磁铁吗？云哲哥，你把我想的也太笨了。你一个学霸，就在这么几个地方出现，除了这还能去哪儿呀？喝果汁，解暑的。好喝吗？嗯，好喝。没想到吧，在图书馆也能吃吃喝喝的。啊！店长，什么事儿？你妈妈来过一次，她想替你辞职。什么？我，店长，这不是我的意思。世昌，我觉得你还是回家和你妈妈好好沟通一下。家里的事还是要解决好，知道吗？嗯，店长，我自己的事情我可以自己做主的。好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店长，我真没想过要辞职，真的。好。不好意思，你的工作经验和我们这个职位的要求不太匹配。谢谢。八点钟开场，这家俱乐部像全记忆的预告，很多人排队寻找着奇妙偏方，时常有过来人会分享一些奇怪的现象，人来人往，慢慢就习以为常。我没有很快乐才正常，同类也需要和你爱上，眼泪中夹着雨的营养，让情绪释放。今天怎么了？你的状态不太适合练剑。来啊，继续啊。好。哟。今儿这是怎么了啊？状态不太对啊，不适合练了。再来。还来什么呀？来来来，这个场子都被某人的怨气给包围了，还来？我妈来我们店了。然后呢？我感觉她把我当小学生一样，她跑去跟我们店长，居然说要辞职，这不就是家长给小朋友请假的行为吗？你还笑？你不许笑，烦死了！啊，不笑不笑不笑！哎呀，就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儿，你就拉着我来练剑，然后想用乱剑来砍死你的老师傅啊？我觉得你跟你妈呀，就是缺少沟通。大道理谁不懂啊？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去找林墨。啊？不练了。
小婉，小婉。有。你怎么还睡着了？走了，我找到要的那本书了。啊，去哪儿呀？我得回公司加班啊。回公司？尹志哥，我们去吃饭吧。我刚才查到附近有一家超好吃的鳗鱼饭，你不是最喜欢吃鳗鱼饭吗？要不……那牛排好不好？算了吧，趁着今天休息，我得赶紧回去把这个工作做完，明天上班还得用呢。嗯，要不改天？我们真的不去吃饭吗？我饿了。走了，回去吧。我们真的不去吃饭吗？走吧，听话。乖。行，就这些吧。就这些吗？嗯。哎，等等。一瓶啤酒。哎，两瓶。好嘞。三瓶。OK。小婉。你怎么来了？哎，简历也没回复，面试的公司也没有消息。你们能想到吗？我妈今天居然跑我店里来给我辞职，我那叫一个措手不及，我现在想想都丢人。啊，不会吧？小婉，你少喝点儿，又为了你的云哲哥哥，我就搞不明白了。以前都说男追女隔座山，女追男隔层纸，你的云哲哥哥就是一张戳不透的建筑图纸。这么好的妹子，你说我为什么就不是个男的呢？也不知道我到底哪儿不好。你好，你哪儿都好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哎，以前网络上有篇文章叫寒门再难出贵子，我那个时候还不相信。现在想想啊，我拼尽力气也只能是坐在这儿跟你们一起吃串吧，还是因为你们都不想出国。我爸妈那是我爸妈的，又不是我的。我可一辈子都说不了这个话。其实啊，你已经很好了，至少你还可以说我不要，我就不可以了。我这么说吧，特别何不食肉糜。但是我还是想说，我真的挺想靠我自己能力独立的，怎么就不行呢？
我从来都没有否认过我爸妈给我带来的东西，但是这个世界就是能量守恒的，有得就会有失。嗯，有得就有失。我只想努力地做一个可以自食其力的普通人。我也想。我有些时候也能理解我妈妈，但是我就在想，她为什么不能理解我？她这么爱我，她为什么从来就没问我到底快不快乐、开不开心？想做一个普通人也挺难的吧？墨儿，你放心，你的工作我搞定。谢谢你，畅畅。其实你什么都有，也什么都不用太操心。你就算失败了，你还是有退路的呀。我呢，就只能向前走，即使没有方向。你是不懂我的苦啊。你妈妈她还是为你好。对，被母爱操控。唉，姐妹们别难过了。嗯，咱们仨结盟吧。啊？哎，不对，是结拜，我们歃血为盟。也不是，我们歃酒为盟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是努力三人组。这个，财神爷在上，受我们一拜。小婉，这是招财猫，能招财的就是财神，而且这个招财比猫快呀。这是在打招呼吧？哎，算了，不管了。为了我们每个人都遇见真爱，为了生活中所有的不如意，为了我梦寐以求自由，干杯！干什么呢？啊，我……哎哎，别啊，别开门，就在这里说。一大早的，干嘛呢？啊，我听听音乐，放松放松呢。你知道为什么要上门吗？啊，门的作用就是保护隐私，别影响别人。比如我，就不知道你穿这个裤衩在房间里面瞎蹦跶什么呢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嗯，好，那我走了啊，注意点啊。好好好。你好，姐姐。怎么了？我想问一下下，吴云哲他们今天是去哪里出宫了呀？你谁呀？嗯，我是他朋友。那你自己打电话问啊。我这不是不太方便吗？哪儿不方便啊？哎呀，你就帮我查一下下，就一分钟，一分钟。我们公司有规定，不能随便透露员工信息。你看我也不像坏人呀，我是真有事儿，你就帮我查一下吧。嗯，那个，要不我自己查一下下，我是不会看别人信息的。不行，都说了是公司规定。啊，总经理吃饭去呢。啊，是的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啊！一个破工地，天天上赶着，切！老板，别动！
怎么找这儿来的？这是你的地方吗？过来。待这儿别动啊。你在这儿待着啊，这太危险了。云哲哥，我帮你带了冰饮料，喝喝。好。刚刚说到哪？说到那个排水沟，上次李工说这个太费工了。光临，嗯，好，谢谢，不客气，欢迎下次光临。哎，小梦需要帮忙吗？没事。哎，对了，今晚你去吗？去哪儿啊？你没听说吗？公司最近成立了学习型组织，最近还成立了长安学院呢。双周有内部分享会，说要提升我们店员的产品审美鉴别能力，就在今晚，去吧。哎，这个挺有意思的，你下班一定记得叫我啊。好，一定啊。那我补货去了。哎，忙去吧。辛苦，欢迎光临，有喜欢的随便选一选看一看，您的满意就是我的追求，欢迎光临猛犸店。你好，我是来面试的。嗯，好的，是这样的，我们今天是群面，麻烦您先去前面休息区等候一下，大概是三个人组，上组快结束了。好，谢谢啊。谁是张飞？嗯，我是。有男朋友吗？嗯，这个也是面试内容吗？是的，因为我们是乙方嘛，所以工作要求员工要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当中。有。那你打算结婚吗？目前没有这个打算。五年之内可能要孩子吗？不会。你怎么保证？怎么保证？开节假证明吗？如果你不能保证的话，可能不太符合我们公司的要求。我有个问题。请说。你们这是婚介所吗？那是我的人身自由，你们这是赤裸裸的对性别的歧视。你面试问我们能不能生，我看你是有病不能生吧，内心阴暗的人渣。这种烂公司有什么好面试？我觉得我也不适合这个岗位。你是林墨。嗯。世界慢点，如果能再慢一点点，因为还没看够你那张爱笑的脸。转角若能再见，带着笑意释放从前落单的秘密，如回忆自掌心底。再见两个字说得若隐若现，如何阻止破碎的语言。明天的明天，也许我们会微笑着表演，稚嫩的容颜也有一个成熟的极限。一起哭过笑过闹过的礼拜天，被尘封在照片，
心的那。